大家好，我是 Ariel。 因为我之前的运动习惯是我会跑马拉松，然后也会游泳，也喜欢跑步、跑马拉松，然后重训跟游泳。好，我平常除了瑜伽呢，我本身也是一位舞者。像我手臂受伤啊，我已经大概有3年的时间都没有练习，很短的一个肌力的训练，让我在手臂支撑的时候可以支撑起来。下犬式，脚往上抬，然后往内收，然后旋转那个姿势，它是在雕塑我们的手臂。这个运动比我想象中累的程度动了很多很多倍。可是其实老师的课会真的有训练到一些肌群，然后是平常比较不会用到的。今天上完老师的课之后，发现老师真的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学习了。我完全没有想到说这看起来超级难的动作，我觉得我应该做不到吧，就发现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力量，它是一个更纤细的运用力量的方式。